千禧年的国庆庆典热闹非凡，滨海湾和政府大厦一带就有大约20万人同欢共庆。庆典筹委会估计，今年的垃圾量达到12公吨。不过有公众反映，庆典后乱抛垃圾的情况已经减少，相信是国人公民意识有所提高。来看记者肖立伟的报道。庆典尚未结束，清洁工人已经蓄势待发，在出口附近放置空的垃圾桶。为了应付人潮以及垃圾量，庆典筹委会在政府大厦浅草场和浮动舞台设立33个大型垃圾收集处。这些垃圾收集处大多在出口附近，方便公众离开时丢垃圾。大部分受访的公众都表示，庆典场地相当整洁，散落地上的垃圾并不多。以前站起来随手都看到纸袋，现在没有了，可见我们都进步了，起码不是每个垃圾桶都满的，到处都垃圾桶给人家可以丢进去。大家都蛮有条规的，都是自己的垃圾啦、环保袋啦，这些他们都清理了，都丢在里面了。在 parade 的开始的时候，他们有放一个广告叫我们不要乱丢垃圾，好像我们的饭店里面都有一个 plastic bag， 所以可以就这样丢。据记者观察，公众散场后，一些大型垃圾收集处和垃圾桶都还有空间，而负责清理草场的清洁公司也把平时负责清扫的6名清洁工增加到大约30名，把座位周边的垃圾一一捡起。